是美浓文化产业协会总干事。我一生参与政治的活动40年，我一直很关心县长或者是市长的选举。这一次大高雄地区的市长的初选，我一直最尊敬的是管妈。我发觉到她是不但是科班出身，她的政治理念呢，很容易让我们感动。尤其她所说的“上帝是会过去，美丽一定会留下”这一句话，我发觉到她很有智慧，很有深度。她对于道路要把它作品做好，她从小细节去，做大事。还有呢，他有讲说，他几年来为了1亿多失业人口有就业，那可见他就跟移民常在，有苦民受苦，这种有大的胸怀、小的着眼的人啊，我们应该好好支持他，尤其是读书人，我们大力要支持，管他加油啊！我们大家也加油。